是能把打出来的字变成现实的事实键盘。你在用它干嘛？你要死了！我拿来我看考试了。让我看看，诗仙的名字。你怎么贴的眼睛？刚刚的语文考试呢，眼睛选了宋辣条，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并被文学界全体公认为当代诗仙。大家以后要全文背诵眼睛写的每一篇作文。老师说不会的题也不能控制，我就紧急插播一下消息。刚刚我们的张国卫选手在刚刚的跳河比赛中，跳出了2.47米的好成绩，打破了全中国跳高纪录。只不过由于跳得太高，目前已失去了张国卫选手的消息。现在救援人员正在高空找寻张国卫，让我们为他祈祷。2.47米。2.4米才对，怪不得你每次数学都考零分。我马上修改。果然你又写错答案了，植物是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的，你写反了。现在地球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，照这个趋势，不出10秒，地球就没有氧气了，人类就会灭绝。好了。人类猿猴的寿命从20年写成20万年，小皮，你也是真的。